四爷，宋太傅跟西昭真的没有关系吗？之后再说。你先假装与我争吵。这是为何争吵？你为何不帮金兆府查案，还查弄清白？为何？此案已有定论，并没有任何疑点，难道要栽赃他人吗？罢了，我懒得与你争吵。阿奇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在牢中见到了魏大人，他是一个连掉落在自己衣服上的虫蚁的性命都十分珍视的人，料想他定是一个珍爱生命之人。而勾结西昭乃是重罪，难逃一死，他却表现得什么事都没有，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几句，表现得过分的反常。除非他知道自己可以免死，他定是与那幕后之人达成了某种协定，只要守口如瓶就能逃过一死。原来如此。我料想那幕后之人不会就此罢手，魏大人此次流放途中一定凶多吉少，我打算暗中追随，揪出幕后黑手。你要暗中追随？而我如今尚在国子监任职，多有不便，若是贸然离开汴京的话，一定会引起怀疑，所以我需要一个理由，一个理由离开国子监。我需要你陪我演一出戏。我明白了。那你为何约我在这儿见面？我要将你我二人之事郑重地告诉玉兄。玉兄，我燕云芝在此立誓，此生定不负桑齐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定护桑齐周全。阿奇，你确定这儿没人认得我们？我问过连篇了，他说府里的公子小姐们都不会到此处来闲逛的，所以放心吧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出我们的。那是不是就不用注意太多了？当然了，放轻松，做自己就好。两碗面，慢用啊。哎，老板，嗯，慢点，找壶热水烫下筷子吧。哎，这没有热水壶啊，烫筷子是吧？等着。其实不必讲究太多。啊，我。我现在开始怀疑这碗面到底能不能吃了。哎呀，燕公子，这里不比酒楼，不必讲究这么多，你先尝尝味道再说，好吧？吃吧。这简直太好吃了。我竟不知道汴京有如此美味。好吃吧？好吃。那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呢？
要不然边走边想。嗯，先结账。店家，哎，稍等啊。糟了，糟了！别告诉我没带钱。我没带钱。我平时出去吃饭都不用带钱，就那么几个店，一个月结一次不就行了？不愧是燕翔家的公子啊！你带了吗？平时没有脸骗不就行了？不愧是太尉家的千金。现在怎么办？梦华，我有办法。我有个朋友，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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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位，吃好了，好吃，店家。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可认得在下？不认识。那你可认得这位？哎，不知道。他不认识我们，竟然连我二人都不认得。我二人根本不认识我们。走啊！哎，没给钱呢。哎，站住！春风吹过人间，吹开了柳岸桃花灿烂。总有心动刹那令人惊艳。没追过来吧？应该没有。吃面逃单，这是四爷该做的事吗？明日我就让他们把账给结了。待到明日的时候，街角巷尾都在传有一对雌雄大盗，吃面不买单，骗吃骗喝。燕云，你干什么？既然是雌雄大盗，就应该做一些平日里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儿。没追过来吧？应该没有。吃面逃单，这是四爷该做的事吗？明日我就让他们把账给结了。待到明日的时候，街角巷尾都在传有一对雌雄大盗，吃面不买单，骗吃骗喝。燕云，你干什么？既然是雌雄大盗，就应该做一些平日里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儿。轻诺的身子是你的相思，嘴唇的样子为动心掩饰，流言片语之深藏着我无用之意的心思，待宿命开始执念那一世，愿用这辈子换成世相知，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将来从淡泊探视融成了深刻温室，好美啊。想看得更真切一些。嗯，来，快。哇，
我去买些喝的，你在这儿等我，别乱跑。哇！阿杰。